让我。是我们的宿舍，我刚还去借了钥匙，因为我都找不到，这样我看起来好像包租婆。这个是我的床位，现在真的有一点狼狈单压了，因为我行李超级多。好干净啊。Hello， 大家好呀。我这一期视频就是要打算来拍一个开箱吧，开箱我的宿舍。前面我其实拍了一个开箱我录取通知书的，结果因为上学期就是比较的忙，没有时间去给它剪出来。今天是我们这一学期的第一天，我前面已经到了，但是整理东西整理的非常的久。我现在还准备收拾一下我的书桌。我现在读的是福州大学嘛，福州大学它是有两个校区的，一个是就是本科的话，一个是在岐山，一个是在铜盘，然后大一的新生都会在铜盘这边，所以我现在还是在铜盘。铜盘校区的话它就会比较，听说啦，宿舍会新一点点，但是我当时看我的朋友岐山的宿舍会比较大一点，我感觉。然后我们大一下的课是明显比大一上的课多的，现在就是要自己选课的时候。对，然后至于社团的话，我的社团是辩论社的，然后我今天已经没课了，因为港澳台可以退那个一些，就是可以用国情课补其他的一些学分，所以我今天没课了。我的室友们他们现在就是都去上课的状态，我就想说那我来拍一个视频吧，因为已经也拖得挺久了。好，那我先收啦。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床帘，它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买了一个公主风的这种感觉的，感觉住起来很舒服，结果我后悔了，就是大家不要跟我一样。它非常的不遮光，然后这一层是蚊帐，我后面自己家买的，不然就是因为在福建嘛，很多夏天可能会有一些小蚊虫什么的。而且我室友说我这个，因为里面会开灯嘛，我开灯的话，我室友说的像一个灯笼一样，就是特别的不遮光。大家如果要买的话，最好买这个，就是我室友这个特别遮光，我说我完全看不到一点它的光。然后把东西稍微收了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座位区大概长这样子，旁边有一个衣柜。先从这个是我的朋友，他去就是我的室友，他去四川玩给我带回来的。他有两只，这里还有一只，特别可爱，我的好朋友送我的美乐蒂的日历，超级可爱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美乐蒂，然后大家就送了我好多，就是去名创优品买的水杯，我觉得超可爱的，而且当时买的时候只剩最后这一个了。我的桌面哦，一定要介绍一下我的泡泡玛特们，这是我这一整个学期抽的，就是心情好或是有什么时候有空了就去抽，真的每一个都超级可爱，而且我没有抽到重复的，就是这个系列的每一个款式我都有买一个，真的很漂亮。哦，这个是最近新出的，而且它的脸可以打开。虽然我觉得打开的有点丑，但是还是挺好看的。这一个是我们上次做的活动，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做活动抽到的。这是一个美乐蒂的奖牌。这两条是前面就是参加喝酒的酒精路跑的活动的时候拿到的手环，还挺有趣的。这个也是美乐蒂的。哎呦，这个。我一定要说这个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的朋友，就是我的同学给我做的美乐蒂相框，他自己亲手做的哦。这个是用石塑粘土做的，特别的
厉害，他也是一个小红书的博主，我真的很喜欢，特别开心，而且是我刚开学的时候他就送我的了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这些也是我的，也是我的好朋友们。然后这个，哦，有一个少女，她被砍了一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就留着了。这个是我的朋友给我折的。嗯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怎么好多都是我朋友送我的东西？这个也是我跟我好朋友去拍照，我觉得这张也拍得很好看，就是很酷酷的感觉。她就是一个酷 girl。嗯，然后这个日历也是我朋友给我送的，天呐，这个也是我在上海迪士尼的时候买的，就是我的平常会用的杯子。然后我朋友给我们带的拍立得相纸，相纸真的很难抢，蹲了好久都没有抢到原价的。然后就是我的拍立得，还没有拍过。看这边，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美乐蒂杯子。这个是我跟我的好朋友的另一张大张一点的照片，还有，这都是我抽的，我真的太喜欢美乐蒂了。这三个都是在。嗯，名创优品的时候抽的，这个特别可爱，就是之前华山的时候，华山文创有这个展，当时去看的，我跟我朋友一人一个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我的朋友给我画的，有点拿不动，我觉得特别的惊喜，因为他画的好好呀，我先拿下去。我觉得他画的好好看啊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。看一下后面的，还有拍贴，但是这边的拍贴没有在台湾拍的好看。这是我的好朋友，这是小猪，这个是我的室友。我刚来的时候真的好青涩啊，就是这个是刚入学的时候拍的，这个是跟秋秋拍的，这个是跟莹莹拍的。嗯，好可爱。这边都是我的一些书，好像又没什么好看的哦。看到这个就烦，没想到吧？我学的是文科，竟然还要学 Python，我真的会裂开。还有这下面就是一些我的鞋柜呀、啊。嗯，我鞋太多了，所以只能放出来了。这边还有柜子，好像就没什么好介绍的了。那就先这样子啦。开学第一天，让室友给我染头发。好好好，室友快被臭死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味道真的好搞笑。这样拍感觉我头很大。来，哎，你换手机壳。哎，对啊，你也发现了。耶 室友带的，耶。好了吗？哦，好了。